是一个组织吧，性格，就组织常去韩国，我是哦，我觉得性格感觉是，性格感觉是性格，不看韩剧的人。因为都看韩剧人多少会懂那个发音，韩文。信哥一直罗丽塔，不是哎，现场罗丽塔很常来韩国。来，一起讲出黑队的笨蛋，三二一，信哥。我以为是我。第一道题，김마리튀김。第二道题。唐总，信哥好像没在看，没在听，没有，没在背，假装很认真。第三道题，다시마전。第四道题，딸기。我们通常一直在喃喃自语，不然你怎么样？我妈对他有兴趣，你要他是歌手。对对对。我听过的，我听过音乐哦。滚在马里嘎哈走你家阿爸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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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个是 Gimani Tekken，Gimani Tekken，Gimani Tekken，Tekken，Tekken， 对，我这样听要闭口音。Gimani Tekken，Gimani， 我第一个，我第一个 ，Gimani Tekken， 第二个，第二个是刚重，刚重，嗯，刚重，对，第三个是，第三个是他心马正，他心马正，第四个是白天鹅。就是我超靠，不懂，就爬进当中可以。等一下，谁？爬进，爬进。哦哦哦哦。打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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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进。喂喂，好吧好。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对，现在5分钟时间到了，就是你们会有机会再替一次。但是如果再替一次，就是你们三个要受罚，可以换他再替一次，需要吗？不用，你需要再用？不用，确定不用吗？只要可以惩罚一下就可以再替一次哦。不用，更有把握。对，金曼这边吗？金曼几个是对的 ？Take him， 还有一个金曼 ，Take him， 金曼 ，Take him， 重叠，金曼 ，Take him， 金曼 ，Chicken，Chicken。哦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，等队友。我不能跑，我只是走得比较快而已。金马，金马你，金马你 chicken， 金马你，哎，金马你 chicken， 耶 ，chicken， 耶。金马，我要什么？对呀。你们是 chicken， 我就想说不是 chicken， 金马你 chicken， 对啊，那队长讲的是对的。金马里 chicken， 金马里 chicken， 金马里 chicken， 应该是这个。金马里 chicken， 金马里 chicken， 哦，够了，够了。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，金马里 chicken， 金马里 chicken， 金马里 chicken， 你要再问，问他另外一个吧。唐心马镇，唐心马镇，唐心马，唐心马镇，完蛋，唐心马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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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会，那那会那会 ，What is that？ 唐心马镇 ，What is that？What is What is 唐心马镇？西湖海鲜、鱼、no fish， 章鱼、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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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记得自己手上拿的，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忘。我觉得他们等一下最后叫我们再念一遍。流那海，你从流海里的菜，对对对。三三三三三三三。好的，买回来的第一道是啥？金马的 chicken， 金马的 chicken 有吗？金马的 chicken。好，大家叫什么？大海苔卷。大海苔卷。好，第二道是什么？刚送，刚送，好，沙琪玛，哎，你们沙琪玛，沙琪玛村，沙琪玛村，沙琪玛村，海苔煎饼，还有呢，沙琪，沙沙沙琪，沙琪，沙琪，大耳机，是吗？沙琪，恭喜全队！我来跟他对决，小心小心！丰田，你又不会，是的，是的，来来这边，你起来，你要答案你才三秒，三秒，对呀，谁叫你吃的？不要变得透明，不要变得透明，就跟你讲啊。那我不能跟我队员讲吗？不行啊，你先吃啦。对啊，你们谁啊？不行啊，你我啊，我跟行前教育没有教好。我讲过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跟你跑。信，耶！啊，信淘汰。淘汰。啊，信淘汰。耶！哎呀，谁叫你老师刚讲过要讲那么久？第一个被淘汰，第一位啊，新哥，你不可以这样嘛！你不想跑，你可以说，我可以保护你。太哭了。怎么办？有答案没有？我以为私下就赢啊。没有啊，不是说已经不跟我说好，我们要讨论出答案啊。你要先看到，你要跟我讲啊。哦，都死掉，我们强棒死掉，我好紧张。你现在在不在斗中了？你小心被砍刀。我现在找一个娃娃在讲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前面讲那么久，好，各位，放轻松，好不好？没事的。哎，刚那一首是白安的。白安啊，对呀、啊。